行。就是要把我们的心带回到当下，此时此刻，我们需要让我们的心从无明中走出来，从串习的浮流中走出来，我们只有把心带回当下，当下是通往无限，从有限到无限。我们在这个当下中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见到你自己，真正的遇见最美好的自己。因为在这里是宁静、祥和、纯粹、安详。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具备有这样的层面，但是平时呢，因为我们都是活在一种幻想的瀑流中，我们根本就是看不清楚自己。我们也管不住自己，所以生命是不能自主的，每个生命都是不自由的，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代。我们对外界的追求越来越多，同时依赖越来越多，我们的心很少能够闲下来、静下来。我们的心向外追求，几乎已经成了一种强大的惯性。所以我经常说，现在的人为什么会活得很累？累的原因是因为
心静不下来。甚至没有休息的能力。我们想要休息，我们的身体想要休息，可是心静不下来，我们势必就没有办法休息。所以我们的人生就会变得很辛苦。其实轮回是更辛苦的，因为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万念的瀑流里经过了一生又一生，一世又一世。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尽头在哪里，我们的出路在哪里，因为我们始终被这些串习推动着，我们的生命充满着不能自主，所以我们需要修行。我们要不修行，我们从这个串习里边是没有办法走出来的，所以我们需要接受这种禅修的训练。我们不仅仅需要看清楚心是怎么回事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获得改变我们的生命的这样的一种能力。这种能力是需要不断的训练。当然，首先更重要、最重要的是，我们知道这种能力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，我们的生命中是否具备。我们了解到了之后，我们需要去认识它，我们需要去熟悉它，最后我们才有可能应用它。这个过程我们可能要通过一千遍、一万遍，甚至更多的训练。就像我们在世间上各种能力的获得，只要我们努力的去训练，最后我们都能够获得这样的能力。同样，修行的道理也是一样的，只要方法正确，我们不断的努力，那么最后我们一定都能够获得这种能力。所以我们需要每天，我们要重视这样的一个信念，并且我们需要把生活中的一切的一切都能变成我们修行的真善缘，都能够把它变成修行。所谓行一禅、坐一禅、衣食住行、穿衣吃饭、待人接物，都可以成为修行。所以我们掌握这样的一个方法，并且持续的应用这样的一种方法，
这是特别特别的重要。